腰围过粗别轻忽，当心这些病找上你。现在算是一个流行病啊，就是中广型肥胖。有做一个流行力学的调查，就是说他的腰围比较宽的人哈，他大概有五成的人是合并血糖过高，嗯，大概有七成的人是合并血压过高，有八成的人是合并脂肪肝，有九成的人是有血脂异常，所以这些疾病都环环相扣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